玩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嘛，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证明明官的人有标识的，不是，不是。妹妹，你有药没有啊？我没有药，你哪块药也是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，谁的高下不是，万是灵不灵？哼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李长，你生气啊？要当马神容易，我可去收你那命根子哦。家里亲亲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哼，可见不是好东西。宝娘，把她带上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哎呀，宝女啊，你快带上。宝女啊，宝女啊，宝女，当心你第一次到，快带上。兄弟，老太太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家你就指望着这个命根子你。好妹妹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！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哎，好妹妹，你看你呀、啊。不知的，放在伢里的银子卡。你又在做这些事了，人家背后都会说你的。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，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。那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牙了，被封为文氏母王了。哎，别人叫着你可不能叫。为什么不能叫？我偏要叫文氏母王。再叫文什么王，文什么王。起来！哎呀，宝娘，妹妹，快
宝兄弟，林妹妹快过来，替宝姐姐敬个礼。宝姐姐，宝兄弟，林妹妹。妹妹，请吧。姑娘，爷爷冷了，你回去吃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哦。你吃完药再回来。就住在今年做大户，你看，可不像林姑娘那样。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禁书，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，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。莫说莫忘心愁恨唱呀，莫说莫忘心愁恨唱。哎，宝姐姐，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字，今天要让我赏鉴赏鉴。我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嗯，宝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岂不让人家看你的呢？不离不弃，方令勇气。这两句话真像五字一对呢。好香啊，宝姐姐，这什么香啊？哦，像是早吃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借我一碗尝尝吧。又闻到了，牙怎么能好吃的呢？嗯，这香气好闻嘞。哎，宝姐姐，我们来下棋好不好？好。妹妹，你可不要听他的。哎，你听我想一想，你下赢了，我可把你为输。要是下输了，谁请宝姐姐收我们两个做徒弟吧？你看你这张嘴。Thank you.
找你，是老爷唤你。老爷叫我。既是老爷唤你，那就快去吧。哦，王爷，你忘记披风了。老爷唤你，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。